欢迎收看《筹码赢家》，大家平安。时间来到10月1号，十月的第一个工作天哈，那时间进入到了第四季了。今天台股的表现，比昨天九月底还表现好一点哦。昨天9月31号，台股跌了将近600点，对不对啊？很多人想说这个行情怎么这个样子哈？我们昨天有跟各位来做一个分析。那今天的走势直接呈现开高震荡，各位今天收盘涨了165点啊，虽然没有涨昨天那么多啦，但是至少还不错，对不对？那这个地方。接下来怎么看？因为时间已经进入到第四月了嘛，我相信大家对于第四季的行情都会有所期待。但这个地方我要稍微给大家做一个提醒哦。我们先来看今天我给会员的第一通解盘讯息。今天是10月1号，礼拜二号早上9:12发给会员的这个解盘讯息。我今天一样开盘看完盘势之后，那我就发给会员。台股开盘整体筹码多方不变，到目前为止台股整体的筹码还是多方，但我这边要特别强调一下现阶段短线的状况哦。不过短线拉回整理的格局没有短线拉回整理的格局没有改变，开高不建议追价，买股票要等拉回，接下来要观察台股能否稳定。很多人想说今天涨对不对？各位今天涨没有错啊，但各位你看一下结构好不好？你看一下结构，今天整体的成交量各位你看一下这个上市的这个成交量2793亿，昨天成交量是多少？我们回到昨天这两天的量是缩小的，昨天还有3918，将近快4000亿，今天只剩2700，直接掉了1200亿。各位，今天是涨的哦，但成交量是缩小的。好，你再来看涨跌的结构，上涨的加速跟下跌的加速来做比对啊，麻烦导播这个字可以拿对。下跌的各位，你看一下，上市有526家，上柜有386，有没有发现？下跌的股票是比较多的，其实在最后一盘之前下跌的加速大概超过1000家，结果尾盘的时候稍微再拉上一点点。这个地方各位还是要注意一下短线的状况，为什么？各位，我们今天第一通讯息跟我的会员讲，我说这边短线各位还是要注意，因为短线拉回整理的格局没有改变，目前整体的筹码还是多方，但是因为这一波的走势在这边突破了前高之后，它会拉回来整理。各位不要看到今天涨就想说这个行情稳定了没有。好，我们涨的时候我特别跟各位强调一下，我知道很多人看到今天涨的时候很喜欢赶快就去追价追股票，我特别提醒我的会员，我说开高不建议追价，如果要买股票怎么样，要等拉回。我们考量的是什么？我考量是风险。我跟各位在操作过程当中不一样，因为我们在带会员进出的过程当中，我们要思考的是，比如说我现在带会员去买一档股票，那这一档股票未来有没有机会波段大涨，有没有机会创新高，甚至有没有机会涨停板，这是我的考量。所以我要买股票，第一个我要看它是什么，我不是看今天涨我才去买，我买的股票通常都是拉回整理的。好，我买的时候有时候还会再跌哦，但是后来都会再往上涨，所以我看的是主力有没有买进，我看的是筹码是不是多方。这种行情的架构里面，不是所有股票都会涨，如果你买错股票你会发现一个状况哦。我举个例子给各位看好不好？来，有一档股票最近特别弱，叫做易威。各位有没有人手上有易威这档股票？过去在涨的时候非常非常凶，过去在涨的时候也涨得很厉害，但是你看它最近的走势，这个走势真的会跌到让人家发疯。各位今天又再度跌停板了，而且是跳水一价到底，是跌停板。各位，这种股票它已经跌了一大段，它从233今天已经破百了，今天是97.2，跌掉多少？跌掉100多块啊，腰斩了，已经腰斩再腰斩了。我先给各位看一下这张股票为什么会跌这么多，然后
跟各位分析一下这个筹码结构，让各位知道说一档股票会涨的原因跟会跌的原因哈。来，各位，1799的易威，这是1799的易威。好，1799的易威这一波是不是很弱，对不对？一直往下跌，一直往下跌。为什么它的走势会这么弱？因为筹码转为空方之后，有没有看到它筹码一直在卖出？所以当它的筹码转为弱势的状况之下，你会发现这种股票怎么会这个样子啊？我跟各位说，你不要想说十月份进入到了第四季行情啊，所有股票都会涨，不是这个样子的。有的股票会涨，有的股票不一定会动，因为不见得所有股票都有主力在里面。我再举例一档股票，这叫3661四星。你记不记得之前我们跟各位来做分析过了？我说四星这档股票没有主力在里面，目前筹码偏弱，所以暂时你不要买。今天已经跌到多少了？1925。它也是这一波一路往下跌哈，从2000多块最高这边的时候还来到3000，现在呢跌破2000。那为什么这一波的四星这么弱？有四星的这个投资朋友，你看过来哈，我把筹码状况给各位看一下，那你就会知道说为什么四星的走势。这是3661的四星，四星这一段的走势都是怎么样？都是偏弱的状况，有没有看到？所以如果你去买的股票现阶段是筹码偏弱，你会发现啊，怎么一直跌，感觉起来不像要进入第四季年底的感觉。你有没有发现大盘涨你的股票在跌，大盘跌你的股票也在跌？我们先说哈，不是股票跌是坏事，如果你的股票是主力股，你的股票有人买，你的股票筹码是多方，跌下来是好事。但是如果你的股票筹码是偏弱的，当你的股票筹码是偏弱的时候，各位，这个你就要注意，你要注意为什么它会一直往下跌。所以今天威伯老师透过我的节目哈，我们希望提供这个服务给大家。我觉得今天10月1号，对不对？时间进入到了第四季，今天是第一天，我希望帮各位来做一个持股的一个整理。什么意思哈？我不晓得各位手上有没有什么股票，有的股票你可能还在怀疑说它有没有机会上涨。来，各位，我帮你看你的股票好不好？我亲自来帮你看你的股票该留还是该出。你有没有看到这边有一个 QR code？ 好，这个是威伯老师的 LINE， 好，你可以加入威伯老师的 LINE 好友。你加入了我的 LINE 好友，你也可以来跟我要这个每天的第一通解盘讯息。好好，那这个加入我的 LINE 好友有什么好处哈？各位，我亲自帮你看你的股票好不好？我今天开放一天，我因为今天是十月一号嘛，时间进入到第四季，我希望可以帮助你把你的股票做一下整理，看一下你的股票到底筹码的实际状况是怎么样。如果你的筹码是多方的，接下来第四季有机会表现的股票，那你把它续报吗？你干嘛要卖掉？但是如果你的股票在第四季没有机会，那你要干嘛？你要做换股啊。你不要一直抱了一档股票是没有主力做的，然后你不要抱了一档股票是筹码偏弱的。所以各位，今天有看到节目的通通有好不好？你今天看到威伯老师的节目，只要你今天看我的节目，你手上有股票的问题，我帮你来做处理，你加我的 LINE。 好，如果这个积极一点，你也可以拨电话进来跟助理讲，哎，你的什么样的股票，我来帮你看，我来帮你处理一下，先解决你的股票问题。因为这样子整个行情未来再度回来发动的时候，各位，你才可以真正赚钱。那我会帮你来看你的股票的筹码状况，如果你的股票筹码是偏弱，那我们就把它换掉。但如果你的股票筹码是偏多，那会不一样哦。我之前跟各位讲一个逻辑，会涨的股票一定有它的原因，对不对？好，会涨的股票，有的人说是因为有基本面，有的人是因为说有题材。你打开这个东森啊、非凡啊，有很多这个解盘的一个频道嘛，对不对？很多人用基本面来跟各位做解盘的一个动作。但威伯老师操作股票这么久，我们早期也是从基本面、从技术面去做一个切入，但我发现到哈，影响一档股票未来会不会有机会走多，会不会有机会大涨的最主要原因在什么？在筹码。
最主要原因在于筹码，所以我们只要选择筹码是多方的股票，其实你就耐心续报就好了。就比如说好了，来各位，我做个举例好不好？我先给各位看这个讯息哈，先给各位看这个讯息，这是今天盘中的时候9:50，我发出来给会员的哈，恭喜会员，我们手中持股4563的百德，经过整理后，今天再度攻上涨停板125元，非常非常感恩。好，来各位，4563百德今天攻上涨停板哈，在大概是在10:50。好，我们这边抱歉，9:50这边发出来的，好，但就还不到10点了哈，这个地方攻上涨停板。好，我不是要跟各位讲今天百德涨停板，因为今天涨停板对各位没有意义。但你看昨天之前的百德哦，来各位你看哦，昨天之前的百德，它经历了几天整理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，七天的拉回整理，这个就是重点了。当一档股票它可能会面临这样的话，来我给各位看一下哈。这是今天我发给会员的，那我们百德买在哪里？今天涨到125，对不对？我们买在89块，我们是在9月6号12:33，4563百德，我会去买百德，原因是因为它筹码是多方。那我讲过了，我买股票我从来不追的，好，我是利用拉回去做买进的动作。当天9月6号，它是拉回89元，好，9月6号拉回。筹码多方，好，所以很多时候有的人看到跌，他基本上他不敢去买股票，为什么？因为看到跌的时候，他不认为它会涨，而且我们9月6号买进的时候，9月10号还可以有跌到 83.4， 还跌到 83.4 哦。各位，如果是你，你会怎么想？我请来，我请会员在89块买进，对不对？结果竟然还跌到 83.4，一般来讲会觉得说完蛋了，那我就把它停损掉了。各位，我现在要跟你讲一个重要的观念哈，主力股它有的时候会洗盘，这个是难免的。因为威博老师，我们带会员操作买股票的时候，我不是去追，我不是看到今天涨停板的时候赶快去追，我是在它拉回来的时候去买。那你拉回来去买的时候，有时候会震荡，所以我说我买的股票有时候还会有更低，所以你看到我买的股票更低的时候，只要它的筹码没有改变，只要它主力没有跑，你能不能买，你能不能再买？就比如说我们买进的时候在89块，然后呢89块本来就拉回了，对不对？又跌到了83，各位你觉得能不能买？如果它筹码改变了，那你就不要买，但它筹码没改变啊，筹码没有改变的时候，各位，它就会攻涨停，它就会攻上去涨停。好，这个不是重点。来，在攻完涨停之后，来到119的时候，它又怎么样？各位，它又拉回了。9月24号的时候，百德又跌到多少？106，这边又跌到106。好，你看股票在涨的时候，它不会每天涨，它有的时候会震荡整理。各位你看它这样，9月25号又跌到了，又跌到108。我要问大家一件事情，就如果你的股票现在正在跌，你会怎么想？很多人看到跌的时候想说完蛋哦，但我要跟各位讲一个重点，就是说为什么我要帮各位来看一下你的股票的状况。因为绝大部分的投资朋友他们报股票的这个逻辑是因为股票涨，卖股票的逻辑是因为股票跌，所以当你看到股票跌的时候，你会心里会怕怕的，你会想说啊，如果要跌下去怎么办？我跟各位讲，如果你的股票筹码是多方，你不用担心，拉回来它反而是机会，你不要被洗掉了。但是如果你的股票是筹码偏弱的，什么叫筹码偏弱？我再举个例子来给各位看好了，这档股票我们举好，这档股票叫做汉唐，各位，它是台积电相关设备股票，没错了哈，它帮台积电做一些无尘室，做一些设备的这个。好，汉唐的股价312，今天跌了7块，但你看它最近的股价走势，你看哦，你有没有发现它没有涨？你有没有发现它在跌？它在下跌，它在拉回。
为什么会这样子？我给各位看证据好不好？来，我们把这个摆的这个先拿掉哈。我给各位看证据，2404的那个汉唐，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啦。好，我不晓得各位有没有啦。如果你有，你看过来，你就知道说为什么它现在不涨。2404汉唐，你看它下方的筹码，这样看得懂吗？我再看给各位看一次哦。2404汉唐，这是它的筹码。所以，如果它的筹码是绿色状态，代表什么？好，因为我们可以算出它的数据，代表没有人去做它。我之前跟各位讲一个很重要观念，我说股票哈，它要有主力进场，它如果没有主力进场，它股价是不会涨的。你懂我意思吗？那4563的百德为什么可以创新高？我给各位看证据好不好？来，我们为什么会去选择操作百德？这是4563百德。好，百德今天涨停板再创新高哈。各位，过去的一个礼拜在这边整理，整理的过程当中筹码有没有转变？筹码没有转变。他告诉我什么？告诉我百德他的主力筹码没有跑，他还有机会往上涨，所以百德再度创高。这样各位你了解有意思吗？这也就是我跟各位讲的，说如果你的股票筹码是偏弱的股票，那你就不要留。如果你的股票筹码是偏弱的，你要把它卖出，你要把它换，换到什么？换到筹码多方的。所以其实今天重点不是我要给各位什么样的股票，不是，今天重点是微博老师真的想帮助大家。好，我今天真的想帮大家，我要帮各位看你的股票实际的状况。你不要看今天大盘涨，刚才我已经跟各位讲过了，今天大盘虽然涨了165点，但实际上下跌的股票是比较多的。所以你有没有发现，如果大盘涨了，你的股票没涨，很无助，对不对？但是如果你的股票筹码是多方，你根本不用无助啦。为什么？它整理完它就再涨了。但是如果你的股票筹码是偏空，那就麻烦了，因为你不知道你的股票不应该续报，应该把它卖出来做一个换股动作。所以我说今天我要帮各位看一下你的股票的实际状况，到底是该留还是该出。好，这个对各位来讲比较重要的。好，也就是说我希望帮助各位来判断你手上的股票该怎么去做处理，因为你现在面对的是接下来第四季的行情。我不希望各位到了年底了，结果呢股票没赚到钱，现在什么都在涨啊，然后房地产这个就是房子又被打房这个政策去影响到嘛，然后电价当然民生用电没有调涨，但很多的这个商业用电工业用电都调涨了嘛，所以很物价在通膨的状况之下，你会发现啊，这个很多东西都涨价，都慢慢的变贵，对不对？那你要怎么样帮助你的荷包，帮你的投资的一个这个绩效，让你可以真的赚到钱，尤其时间又要接近到年底了。所以微博老师今天我跟各位讲，我今天只开放一天，不然的话其实要帮各位来做一个这个股票的检视，好，这个是很花时间的，我们今天加班好不好？今天加班，我希望可以真的帮助到各位。好，就是我们从筹码的角度来看，帮你来做检视你的股票该留还是该出。如果你的股票该留，那我们就把它留住。哦，我很多股票今天拉回，比如说我们再做个举例啊，4909的新复星啊，对不对？今天拉回啦，我请问大家啦，该留还是该出？各位，今天新复星杀下来啦，盘中跌到184啊，对不对？收盘收190啊，各位，新复星还有没有机会涨？还是说新复星要卖掉？我知道啊。但你不知道状况之下怎么办？我帮你来看啊，懂我意思吗？好，微博老师在这个节目里面，我们之前分享给大家的股票，每一档都是筹码有机会上涨偏多的股票。你看，像我们这个之前有一档股票，今天也涨停板了。各位，6151的晋伦啊，
筹码多方，这是在八月份的哦。好，现在时间都已经进入到，这是当时候33块。我讲，你看哦，我们当时候这个是送给大家的哈、哦，各位，我们当时候都是利用拉回来做买进的动作，对不对？好，33.5，今天晋伦攻上涨停板45.85，那为什么它会涨？为什么它会有机会上涨？因为筹码多方，各位你懂我意思吗？当时候我们分享给大家的时候，6151的晋伦在8月15号的时候，我说什么？它是股本小，各位主力布局有没有看到？主力布局，所以我们买的股票是怎么样？筹码多方，筹码多方的股票，它才会有机会往上上涨。看这样，各位了解意思吗？所以你要报的股票，你要报什么股票？你当然是要报筹码多方的股票啊。好，今天看到节目通通都有，你有持股上，你有股票上面的问题，你尽管这个发问哈，尽管这个加我的 LINE 也好，或者是拨通电话进来都可以。我们尽可能的今天赶快帮你做处理，因为明天我就不处理了。不然每天我们要除了会员的持股，我们要带会员进出，还有会员的股票我们要处理啊，对不对？我没办法帮很多很多的这个人来处理股票，好，我们的时间真的是有限，而且我们还要找股票，我们还要买股票，我们还要研究股票，所以今天我只开放一天，好好把握机会，好，之后就没有了哦。如果你之后还想要我帮你看股票的话，那我就没有办法了。好不好？把握今天，那我们先进一下广告，马上回来。迈向20000点新时代，888惊喜价大步向前走，让您金融年一路赚到底。迈向20000点新时代，888惊喜价大步向前走，让您金融年一路赚到底。惊喜专线02-8511-3366，8511-3366。这条路是孤独的，投资这条道路是辛苦的。静心思考，20年来坚守专业与热忱似乎不够，总想着能为投资者多做些什么。你们就是我们的支柱，你们就是我们的动力，用心去关心每一个股市投资者。鼎业投顾全心照顾，02-8511-3366。看全球财经台，除了家中有线电视之外，您还可以这么做。网络影音平台 YouTube， 能上网就能看，而且免费。改变收视习惯，就从全球财经台开始。欢迎回到节目现场。很多人操作股票他不会判断股票的一个筹码的一个状况，所以很多时候啊，他会陷入涨的时候哎很开心，但跌的时候就糟糕了，可能就想说把它卖掉还是停损掉。那往往搞不好你抓到一档标股，但是却错失了。但有的人呢，报股票就一直跌一直跌，对不对？大盘涨他也不涨，好，就是说啊，操作股票怎么这么难啊？其实它没有那么难，你只要抓对筹码，有的时候拉回来反而是机会。你只要买筹码股，买主力股，跌不用担心。好，那这边如果你不会卖，你来找我，我帮你做换股的动作。为什么？因为时间接下来进入到了第四季了，
第四季的行情，如果你还没有赚到钱，非常非常可惜。所以今天我开放只有今天而已哦，就一天就好了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们时间哦没有办法每天都在帮这个大家来看股票。你有股票问题，该留还是该出，我帮你来看一下。如果你的股票该出，我们把它出掉，把它换到筹码多方的。像我们当初买进百德的时候，在89块，筹码就是多方的，对不对？买进的时候它还拉回，各位，这种拉回不就是机会吗？当它拉回来的时候，各位，你去买进，你赚钱几率很大。所以你要买的股票是买什么？你要买的股票，你就是要买筹码多方的。各位这样了解意思吗？好，所以今天我帮你亲自哦，我亲自帮你看一下你的股票现阶段是该留还是该出，那你好好把握今天的这样的一个机会，不要错失了，因为这个机会不常有。好，一般来讲的话，我们都是会推荐跟分享股票给大家，但是我们希望今天可以先处理你的股票问题，让你可以在接下来第四季赚上一笔大钱。那今天节目先进行到这边，祝大家操作顺利，明天再见。本公司与所推介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，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，投资人应独立判断审慎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。